你还背影这样画，简单又好看。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今天和姐姐给大家画女孩背影，大家来评评谁画的更好看。喜欢姐姐的扣一，喜欢妹妹的扣二。大家也喜欢绘画吗？喜欢的话就跟着我和姐姐一起画吧。我和姐姐每天都会更新有趣又好看的绘画哦。大家觉得我和姐姐画的都还不错的，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好吗？